那在这场比赛啊，是 Forever 85魏全龙队在主场举办这个徐生明总教练的纪念日，所以我们也看到大荧幕上面播放的是这个回顾徐生明总教练的一些纪念画面。感谢他们对球场的那个奉献呐！我已经56了，肯定没有，要完蛋了。这支影片里面也看到满满的回忆了，大义看起来也蛮感动的。对，这毕竟也是真的曾经跟徐总相处过的吉祥物哦。对。